Hello，大家好。最近新学了一首歌，我想唱给大家听啊。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《我是你的格桑花》，也是来自王琦的一首歌。那么接下来呢就献丑了啊。也不是完全熟悉，但是呢就当是练习这样子，大家可以帮忙听一下啊，哪里唱的不好或者什么之类的，好吧？
然后呢也是非常好听的，我特别喜欢的就是这种旋律，可能有些人欣赏不来这样子吧，不过没事啊。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如果觉得唱的还可以的话，就给我点个关注，点个赞好吗？祝大家又开始了这个美好的一天，祝大家好的一天，好的运气，好的心情啊，加油好吧。如果喜欢听我唱歌的，记得给我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